握住杖杆，两手轻轻一提，调整好杖脚平整，脚片处打上的钉，门厅杆轻轻按压进去，打好风绳结，把杆子插入门厅，布挂上风绳，拉紧风绳打上的钉，这样一个门厅就完成搭建了。打开天幕布，将天幕布平铺，通过拉链将帐篷跟天幕链接，卡扣先进，然后轻轻按压推进去，将天幕杆八段链接成两根，将杆顶插入到挂片孔内，挂上风绳打好的钉，四个角都打好风绳结，拉好风绳，这样我们整个帐篷天幕就搭建好了。